会以为跟的。停车。我们到了梅岭，在梅岭岛，没错，哇，好漂亮！另一家是牛肉面这一种，对，然后还有，你觉得最好吃的店是哪里？因为我们家来高雄都会去吃这三个，因为台北没有。
我的口味是柠檬，你呢？我的是 blueberry yogurt。我们到啦！没错，穿过森林。我们脱下来鞋子。我们现在在西子湾，对，天气超好，夏天的感觉，对对。现在是夏天吗？应该是，应该是。明天要看现在几度。现在应该太热了。我的杯。我们今天都很 lucky， 对，很幸运，很幸运，是 lucky star。真的，我们去夜市。可是全部都一样的口味吗？拜拜！对呀，小猪姐，再见。